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讲解第十九届 LG 杯32强战的另外一盘对局。这盘对局呢，也是中韩之间的世界冠军级的对局，是由中国的米玉婷九段对阵韩国的崔哲汉九段。这两位棋手其实已经是世界冠军了，都是现在。对对对。米玉婷虽然是年纪很小，但是呢，我们对她的实力已经是也很清楚了。就等于是新旧世界冠军的对决。没错。好，那我们先来看棋吧。好。今天这个三十二强战，中韩之间的对决挺多的。很多，而且很多强将对话。由于这个进入三十二强战是中国棋手最多，韩国棋手其次，然后日本棋手最少。下一个错小目。这个布局我这个定式我现在已经是可以说是每盘都是这么下的，基本上找不着一盘没有这么下的布局。这个定式实在是觉得好像一个轮回，就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不下了，然后过一段时间有了新变化又开始下这个定式，对，又不下了，现在靠的都是单拆二了。这个最先是张旭最先下出来的这个单拆。单拆，对，他发明的。这个张旭还是挺有创新精神的，很有才。是，然后就现在是广为流传，就是每盘棋都是这么下。来去点。这是一本档。然后跳。那最简单的就是跳这个。对，这应该是拐一个，还是单拆是吧？最简单的定式。这样就是白的也很厚，反正黑的就是速度很快。连续拆了两个。两边都走了。对。但是白棋挺坚实的。对，棋形。而且这棋形也挺好的。是的。这是最普通的一个下法，实际上白棋没有选择，而是在跳这个。跳这个也是变化之一。对，我看他们有这样吗？是不是有先飞？有先飞的。先飞呢，就是黑的搬这个。搬一个。这接下来怎么下？接下来下法很多。也有走冲下来的，也有顶这个的。接住。然后先冲到那边去，对，黑的冲拐，再爬跳，大概就是这个棋形，就是一种下。白棋接下来还需要补一个吗？白棋呢下来就接下来走法就多了，比如说也可以走，对，这边反正也不是很怕，如果搬的话就长。没关系。对，其实白棋这压，接着压，这都是先手，这黑的一点脾气都没有。那就搬不动了，这对，随便你怎么硬，你搬我就长，你还差一个断点。对，在这。但白棋也可以不压，反正基本上也黑棋也走不动。是。也有这样下的。那挡下来也有，挡下来也有。人家搬的时候他就单挡。对，然后黑的拖。这个相对于那样。另外一个变化。对，变化好像多一些。至少。对。白棋还有碰的，靠的，这也很多，这反正这个延伸出来非常多变化，这个东西，就大家都在下嘛，对对，都在下，就是越来越多，对，每盘棋都不一样下的。实际上这个顶的应该是最常见的，这跳的也是比较常见的，跳这个，黑棋贴起来，黑棋贴，贴呢相对来说我觉得少一点，普通来说黑的并是比较。最简单的一个变化，然后黑棋白棋尖，黑棋也尖，然后就挡下去。对，那他这两个交换是不是便宜呢？如果说直接走呢，见顶官。直接走的话，黑棋就长了。然后你再走，黑棋就把你飞进去了。照进去是吧？对。少了这两个的变化是原来是这个意思。对。但现在呢，这有多了呀，那黑的就不肯长了，觉得长有点重，就尖。那这样以后等于是搬了打吃是先手，棋形要好一点。反正你已经跳出来了，我也不指望能罩住你了。对，这黑的拆二可能，这样是就相当于另外一盘棋。另一个定型。跟那个其实有点像。对。稍微有点像。只不过这边稍微，白棋下一步其实有棋可走，这边比如加什么之类的，或者加这个加这个。是。这样可能黑棋觉得不是很满意吧？对。觉得。相比于那个跳而言，对。
但它这个贴呢，从第一感不是好棋，不太像好棋，但是有这么下的，因为主要是黑棋，白棋这边这个子儿是白棋，然后这个子儿位置还在这儿，背面，对，背面，然后你这边挂起来非常别扭，就不能往这儿走，对，这边你要走这种，白的就拆一拆的话，如果你从这边贴的多的话，感觉方向很怪。是的，当然最好是这个子儿是你的，那当然是黑的肯定是很满意。嗯，就算是白的话，白的肯定是放这儿黑的最爽。对，然后其次可能是这样挂起来也还凑合。嗯，在这儿就是这儿。对，这最差的就是在这儿。嗯，就从这个配置上来讲，感觉贴一个有点方向有点腻。黑棋搬。嗯，白的长。长，再贴一个。嗯。就是这是一本道，基本上都是像这样。嗯，黑的挂，黑棋挂过去。嗯，这里需要补一个，要不然被人冲断了。这也有可以，也有不补的，就是白的走这个。那这个冲断它怎么办？然后白的单断。啊，单断，它就转换了吗？嗯，也有转换的，就这样。这样，但是感觉黑棋白棋有点，白棋还可以。对呀，啊，这木挺大的，确实的。当然也黑的也有尖这个的，嗯，但就是得配合。嗯，如果那边是黑的走的话，黑的还可以考虑怎么走一走。假如说它长，它就飞起来。不是长就贴上。哦。或者再贴，然后这边拆怎么拆一个？哦。这样就这边作战。它断出来还是要跟它站的是吧？对。就但是当然前提是那边必须得黑起，嗯，黑起。这白棋的话，黑的是没脾气，就只有跟着走。嗯，那那边轮到白棋先下了，嗯，毫不犹豫先夹住的。嗯，不，第一杆是白的，一般都是夹在这儿的。哦，夹的宽松一些。嗯，夹这儿的比较多。给你留条后路。夹这儿的话，对，我让你露出去。反正让你活，你就想活，嗯，就给你活了。对，这样也是挺好的。黑的可能还不一定敢想活。嗯，可能还要站出。嗯，这黑的原来是被人夹住之后还要在奋战，对，还要往外走。我还以为他是打算怎么转身。其实夹这个是更狠的，夹，嗯，这个相对来说缓和一点。对，是夹这个就不给你活路，你反逼的你必须得往外跑，你这肯定不能死。嗯，这种肯定是死了太大了，这种吃不消。这白棋下的够狠的，这崔哲翰的力量在这里暴露得很明显。嗯，这两个人都是力战型的。哦，小米也是著名的力战型的。这两个人下肯定是一上来就搅在一起了。果然从这儿就开始战斗。谁也不服谁。嗯，看起来是。接住。嗯，我感觉上个人还是喜欢比较喜欢白棋。那我觉得白棋应该没有害怕的道理。对，但我都下了一圈了，这么多子等着你，嗯，夹住你，你居然作战，你觉得你有理由，我实在是有点愤愤不平。还得看，这就一本道，就感觉黑棋有点从夹缝中往外跑的。他下的也很有意思，嗯，他下的就狠狠的拐住你。对，因为白棋本来这个就要拐。这拐是必要拐的，所以说他反正对我走这个对就凑个调，让你的这个往外跑这个路也窄一点。嗯，黑棋挂一个。嗯，我这不过真的到了战斗的时候就看谁力量大了。对，点白棋点非常狠。这棋原来是点在这儿的，他点完了才让你干嘛？点基本上人家不可能接上，如果接的话，那肯定是走好，跳一个，对，或者长，这样都可以。嗯，这样下步一长，这块黑的就对没活。这一扳也很严厉，是这黑的只有反击，真没辙。嗯，白的接，白的下得很好，够狠的。这不是没办法，这一断就完蛋了。这已经不行了是吧？对，得有个冲吃。对，然后你只能双在这儿，这就可能不行了，就跳死了可能要。对，所以他只能打下来。嗯，要白的扳，其实就为了这一扳，一扳黑的就。对，这黑的要怎么办呢？
只能这样，只能走这个，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这虎是绝对下手，一搬也不行，搬这它搬你这虎一下就断了，可这边杀不动，这也没眼，这不死了吗？对，不管怎么，反正这是没办法，忍一忍就过去了。所以大家不要说这鱼形，这黑棋一直在走鱼形，嗯，你看它像逃贞子一样这么拐弯拐出来，对，那先把自己逃出去再说了，嗯，就是没办法，这个时候跳出来，但是跳感觉也很稳，他没有下什么那很激烈的招呼，这边特别大，就随便拆一个就感觉巨大无比，嗯，这边你只要吃不死我就行了，那肯定吃不死，这肯定黑的肯定会拐，嗯，拐两个再压一个吗？嗯，还有点太长，这如果黑的攻不了白棋的话，这黑的太土了，这棋子这边就捞点这就是逼一逼，嗯，这白的这儿正在你的势力范围内弄了这么大一块，主要是已经把无忧角这个拆的这个位置全都给对走没了，它实际上是这样跳，反正黑的总是这几个总是像是这样，肯定得拐两下，就是，嗯，其实就是这时候的选择，关键看到底是走这边还是走这边，对，嗯，就看你是觉得这边到底怕不怕，嗯，不怕的话呢就先捞一票，这如果黑棋说他能把我吃了我怎么也不行，不可能吃他，就是说看能攻是不是被攻得特别惨，嗯，但感觉好像一点也不惨，我觉得这你跳也跳不住，这我就接出来你还没活，他狠一点也就走这个之类的吧，对，我就飞出来了，也拿我没辙，你如果你要靠断我，嗯，实在不行我就靠一个算，对，靠的长，大概就这样吧，嗯，靠的长，嗯，没觉得特别严厉，嗯，他这样肯定是觉得形势还可以，没必要，嗯，黑棋拐了压一下然后拆了那个，啊，那个还是很大，这个太大了，这个太大太大了，不光是木子，关键还有厚薄，这一拆这白的这还没活，嗯，木子就不说了，这双方的木子没错，厚薄加实地来了，这下的也是很好，嗯，这好像没脾气，就感觉黑棋只有走这，这下手尖了一虎挡不住了，对，嗯，这好像也没脾气，所以不要以为你是拆二，但实际上人家很容易把你弄断，嗯，靠，其实这也挺大的，就如果能飞出来的话其实也挺大的，他不担心人家冲断他吧，现在应该不太担心冲断的话，白棋基本是活的，嗯，白的就是在最臭的打了虎一个，底下应该已经火了，火，这个白棋自己眼型太多了，嗯，白棋基本已经火，这底下又一拖，嗯，是这拖是肯定有个眼，嗯，实际上是这边先走，先把自己看看能不能走后，但是被黑棋飞过了，嗯，因为这边主要也硬不动了，你这硬我这断你这下不走哪儿实在是头疼，不知道这样被打了打了打也没结，对，也没结，关键是你要粘上被打，嗯，这太不可能了，嗯，这关键是局部已经没法动了，这黑的是骑虎难下，也只有飞过来， 这白的是挺相当狠一下的，飞一下还要飞一下这飞一个我觉得也是太狠了，完全没必要，我觉得他普通的话是不是，嗯，在那上面他想凑合，他想让白的黑的贴一个，然后他顺势往这挑，哦，这样他顺势就连过去了，这个总好，那你要靠呢他掰，嗯，这样你这俩先损，看你肯不肯，肯不肯先损，这靠一下这个棋形很不好，以后被人家打一下，嗯，你还难受，关键是已经走不动了，这地方已经没法走了，该你下你就只能是等着别人来揍你所以这个棋形一般不肯靠，对，不肯走，嗯，但是黑的也急了，轮到黑棋他不会这么老实的就去贴你一下， 对， 不太可能这件事，他一点就是黑白的权利，嗯，也只有粘没脾气。
能跳出来。这个地方双方可以说是斗智斗勇吧，两人在这儿都想让对手先那个什么，先屈服，对，先屈服，先那个认错。嗯，你如果肯退一个，那就说明你已经屈服了，对，得插一口气就插不起了。嗯。但这个断肯定是人家不害怕。他本来这个点的意思就是你这不能冲断我，你冲断我把你断了。对。这样就是，你也不敢就是威胁你，想看看你走哪儿。这个战斗哈。然后白棋的人说：“你点到这儿我也不理你，我先走这个，你来断我吧，断我反正我是活的。”这断暂时肯定不行，断这简单靠打了会单靠。底下是很容易做眼。对，靠眼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很恶心一下。嗯、对，冲。挡一挡，二条，活棋肯定是没问题。对，这回头就随便顶一下，这、眼太丰富了。眼很丰富，对。这样的话等于白黑棋先付出那个什么，嗯，先付出代价，这边也吃不死，这几路先生这靠的棋形都很好。所以说，虽然也有断点，但是谁也不能轻易动他这个断。对。先付出一堆的代价。对，你如果现在吃我，你自己先付出木头、嗯。是。黑棋跳了一个，他要把你的眼灭了，让你单关连回去，然后再贴住。哎，这个倒是。从现在来看，黑棋肯定是失败了。就相当于你走这个嘛，我跳了一个，我跳的棋形差一点，不如长，但是也算是走在地儿。啊，你现在你跑这儿拆个一是什么意思？或者你就算就算你点我。这一手棋已经让给白棋了。对，你点我，其实我本来是应该硬的，因为这断还是挺严，因为这跳在这儿了。那、等于你也没断我，你跑着自己底下来了一下，这黑的明显亏了。你走到现在轮到白棋下了。对。本来如果说你直接贴一个的话，对，贴一下最起码现在应该是黑棋走吧、啊，虽然是感觉很俗，那最起码应该是黑棋走，黑棋。你可以选择的地方。再走都比这个好。嗯，因为这个总是先什么？现在等于是他就强调你这个跳的位置不好，这以后有挖，挖完做劫，就看这个东西你到底能有多少的那个利益。这够狠的。对，不然这个黑的等于就是亏手气，相当于。嗯。等于在这里边游了一个。是。白的肯定是我肯定看不见啊！我先。对啊。先。这你要挖了虎了跟我做劫，我现在肯定不会。能捞的我先捞再说。太没面子了。对。这样就是白棋先不管三七二一，接在这儿。嗯。先补一个，这样你就反正是肯定不可能挖了，挖了。对啊，现在已经补得很结实，只能挖了几，但我这提你上哪儿找结实、啊、这个被抓掉、受不了吧，黑的肯定不依不饶，对，白棋搬，但这个好像已经有点走不动了，我觉得黑棋很勉强那种感觉，打吃接上，这不能打这个、嗯、打这个黑的粘，那但是挖粘是绝对先手、嗯、这一段就都进去了，就等于相当于这段是有两个子儿的，看着这有两个子儿，就不可能从这打，所以呢，白棋就是从这打。嗯。白棋接回去。嗯。这样白黑棋呢也算是利用了一些，也算是靠下来了。对。但是呢，总感觉没走到东西。这白棋就打了一耙，这木数很捞得很舒服，这底下搬一下也是木数，就从这个局部来看。现在感觉全局黑的目数很吃紧，没目。就从一开始这个阵势是黑棋的三手棋，然后白棋挂进来，等于白棋现在这边还富裕两个，这两个子还没动呢。对，还没动呢。你这底下这就十目十二十，这十五目，像这十十二十三十五，才不到三十目。嗯，这白的这底下这大概已经有十几目，这里还有一点，那关键那边还富裕两。嗯，这中间你这块儿。毕竟还没火，是的，这块和这块来比，可能白棋还好一点，白这就有铁眼。反正局面肯定还早，但是感觉黑棋有点累，有点吃紧，有点累。搬了一个在这儿，搬本身是局部巨亏，跟这个粘比，能跳进去，这差个跳，但他就是为了
还是为了这个直接就动手，对，还是为了这个节，但还是不肯，当时这个地方魁首奇他是心里始终很难服气有点郁愤难平是吧，对，总是要把这个想把这个捞回来，刺他刺了一个，这是一个现成的节奏，把鸡挡回去了，嗯，那你要打劫你就来吧，对，我不怕，这劫黑的也很重，这劫黑的打输之后这一段就完蛋了，是啊，就是暂时他现在打劫很难找出劫，白的这毕竟有本身劫，对，有本身劫，对，已经看见了，嗯，那黑棋要找劫也挺困难的，除了这个黑的实战呢，是先把自己补强，为这个打劫做准备，嗯，这确实是很用心良苦，只能说这个配棋。但这个虽然补掉了，这个段不能要命，但还是有这个段。还是有段，但是就是还好，依然可以断你。嗯，但如果本身没有这个劫，黑的肯定不会往这儿走，走这是什么意思？啊，肯定是该走什么走什么，嗯，就是为了这个劫，反正你看你补一个呢，我也就算是。也算是有点面子，当时白的这不管三下一四又捞了一票，白的太狠了。你这劫你敢跟我打？你来吧，我可不怕。对，实在不行我就再走俩。就肯定大家他这盘就感觉又斗气，对，谁都不愿意有这种意思，先服软。不知道他们之前有什么恩怨，我们无从查证。嗯，这个先震了一下。哦，白的跳点。对，然后他就断上去了，嗯，有可能打劫，然后他断了，嗯，他先冲了一下，这个本来他不怕他直接冲断他吗？对啊，我也在刚才也在说想这个问题，这直接冲断是什么情况？这白的是什么意思？有招是吗？白的从这边出去，那这几个能便宜？他想干嘛呢？不可能便宜啊，是啊。不知道什么意思，黑棋想做劫财，当做劫财怎么打，这棋谱很有意思看不明白，有点看不明白，这底下没东西，断一针好像只能这样出去，这不行，也没摆错，不可能摆错，那莫非白棋就是想这么想的，想法也太奇怪了，抛出去，不，黑棋现在我觉得他可能是想把这两手棋当做劫财，然后跟他打劫。这样的话，白棋劫很多，这白一断，啊，嗯，这劫都很非常损。然后继续打是吧？你是说？有点看不太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断了之后，棋谱没错吧？他断了之后，黑棋断这个，白棋就冲了。嗯，冲了吃损。是真的吗？那他这块棋就不要了。然后黑的一关也不吃，这是最关键。哦，黑的也不粘。黑的粘上没吃掉。粘的话，白的这是怎么翻一关？嗯，他是不是还打算从这儿打了这么打了？打了粘这个。对。他这没死干净。这很小。没死干净，对。你打完了，我冲下去可以。冲下去，不好杀是吧？就是这里还有打。看起来好像不太好杀。关键这还有打。对，是的。局部如果没有打这一接哈，先我击打的挡下去。哦，这个子儿还有用，不行。那黑的很。那黑棋搞怪异啊！这打这个劫干嘛呢？这对啊，一手棋就吃不掉啊。这黑的感觉有点太那个什么了，不知所云。他如果说想杀呢，只能这样。这也不对啊！这打完了，我一个这儿还有断呢。不是这样吃的就实在太小了，吃这点这才多少亩，这还不外边走俩的，那肯定不行。嗯，那这个劫有点失败，从当时的黑棋这个点开始，嗯，其实黑的感觉就是走火入魔的那个状态，对，他就一直看着这个，对对对对，就是拼了老命也得反正他就想挖这个，得让你把这个这个气给找回来这条不是不几段我也很怪异，这条还能亏呢哈，不明白白的这几步凑掉是吗？我觉得他只有出去了，那除了出去他还能干嘛呢？不明白，实在看不懂这几个，这为什么白的黑的不把白的冲断？冲
风不是很大吗？对啊，我说他被白起冲吃了，吃还吃了个眼，先手吃个眼，然后黑的也不占，黑的好像挑了一个，啊，白起踢，这劫打的也太失败了，然后黑的贴住，这是先手吗？可能是后手，对啊、这有个眼，这还能跑，这一粘，啊、哦，这个黑棋实在是下的不太好，不知所云，黑的。这地方亏一把木，这搬一个，还对啊，这木人家已经抢到了一手棋，这大场，这也巨大，还有就贴了一个，那黑的船就挡住，了，这好亏太多了，这串人是不可思议的一串组合，他就从这儿走了一层皮，是啊，木手好像已经，是没什么太大的，木手好像已经是。极度不乐观。嗯，那上面太大了，不太好下的。嗯，确实这棋下，你这个棋形好怪异啊！我觉得黑棋这棋形，还这有看着还是有点对，就反正以后有点不安全感。对方一般就反正是看着眼见了就要出事儿，心里不太踏实。对，看着这搬已经走不动了，没地儿下了。嗯。特别是你在围这个，你这不是走了一层吗？你要围那个的时候，这一搬感觉就是要命。看来黑棋从一开始的这个战斗不是很有把握。刚开始就不太好。嗯。但是后来下成这样呢，白走这个时候，黑的是不是还是先送一下得了？靠一下。对，如果白的搬的话，这边是看看有没有比较严厉的下法。实际上这等于游了一手，跳了一个，在那儿走了一个，就关键的时刻、被人家走到底下那个扳，然后对怎么小尖一个对出来了，出好，处理好了，白棋，没下好，挂，白的显然是安全运转的样子，下的很悠闲，然后挂这个，现在白棋就搬这个了，这个要他命。这搬太，我刚才就一直在说这个搬。这搬那个他怎么办是吧？对，这搬如果不反击就提，提白的就一退，不然还是先手。这不走，这又一穿吗？这已经把穿晕了，那死了都还。你还得补一个，补一个。我这等于我先手弄了两下，我这就加过来了。嗯。这中间是谁后谁把我都搞不清。所以黑棋忍无可忍，只有反击。但是反击能行吗？这个反击感觉是看着也不太对啊，感觉有点自伤式、自伤式挑战的感觉。这好像自杀，关键这边的白都活得特别挺。你打了虽然拐下去了，你看起来破了人家空，但是没有用。但问题是外面怎么办呢？这一间他是怎么办啊？不知道怎么办，就走成这样了。这感觉有点自杀式挑战的感觉。挂一个，你下得很清楚，团打。其实白棋刚才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加一下，加一下它就穿不了，所以就只有先穿。对。那就为什么不穿完再加呢？穿完一样，没有任何，他接过没有任何区别。不，他立下去，这段可以打死。哦、就是说他只有这样下。这是唯一的。对，然后白黑的也只有走，那白的只有 打。如果说他接上的，他就先把它冲，你不用冲断，就直接。他把这个吃了，然后你这欠一个，这欠一个，来不及了现在。而且这怎么跑啊？对，这不能接了，这黑的只有白这个，这就是一本道。白棋挂，转化了，长一个，白棋先把这都抓慌、就是绝对先手，它断了已经，对，白棋断就冲吃，然后再把那就先损了就完了，因为再把那一坨再吃这个，再把这一坨吃，把这个抓掉，然后再把这吃，等于转化了，白棋点，是的，这个怎么样啊？
局部来说黑棋好像还可以。是啊，我觉得好像黑棋还不错。嗯，但是有点薄。嗯，那刚才白棋奔这个动手的时机是不是可以考虑再等一下，有可能比如说先走点别的。那你挂的时候你可以走的棋很多嘛，比如说先加一个车。对，因为如果这儿有个子那就差飞了。嗯，那他根本就没有反击的余地。对，这样黑的是不是有所缓和。嗯，来拆这个。但这样一来的话，嗯，因为前面白棋优势很大嘛，嗯，现在是不是已经把优势简化了呢？黑棋的空好像不太够，关键还是空。这边走完这没多少目，二四六八十十二十三目，也就这是二十三、二三五、二六、二七、二八九、三十目棋，嗯，加这个四十四、二四四六、四十七，全盘不到五十目。白的这一块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二十二，这块儿已经四十多了。嗯，这已经五十了，还有个那个，就看黑的这个能围多少了，就这个东西，现在盘面不够。这个黑棋这个拍吃是先手，但是中间白棋要回家的话还是挺容易的。嗯，这边还是挺厚的。是啊，关键黑的也不厚，关键是黑的这块没活。嗯，这地方我好歹你还是欠点东西。没错，对，黑棋这个 顶是先手，但是顶完这底下就差好多。顶完它提掉是吧？嗯，提掉这以后白的还能掰。哦，还有搬一个，因为他本来这个打吃是先手，对，打吃是绝对用了这个先手的话，这个就不是先手。形势还是比较吃紧，但是好一点好像比刚才。嗯，其实白的刚才就对你说的，对，就不走这个嘛，先这边先来一个，对，先走一走，这也不是，反正对黑眼黑也不能补。有点得意了，现在这形势好太多了。确实，当时这个搬感觉是第一感，哦，总想搬。反正还有些时间，我们看看这个扳的变化。嗯，当初白棋扳这个之前呢，假如说这个时候，嗯，是这样的。嗯，其实白棋先那个什么一下也是可以，就是先走点别的，比如说就走这个，对，就走这个。嗯，这儿有了这个飞，他也不能怎么样。他如果说跳之类的，就可能他硬了呗。嗯，没什么了不起的，在这儿。这白的呢，肯定是这个时间第一时间想搬这个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嗯，因为他这个如果是能走到的话呢，他这边确实就差距特别大，他可能就直接紧夹你这种跳，可能都变得是先手。因为黑棋还得补一个。对，还得补一个。嗯，这等于先手飞了一下。嗯。那你如果先走这个呢，黑的现在这边，比如说刚才白的跳一个，不管你去尖也好，并也好。这以后再搬，这黑的来说其实都无所谓了。它可以脱息啊。对，就反正就是死点子儿呗。对，就是点目数嘛，嗯，跟厚薄已经没有关系了。所以白棋这个搬呢，当时心情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想搬它。对。但是搬完这白的是不是可以？现在赶紧回头，不太肯。嗯，不太肯。或者这边先走一个，不知道行不行。嗯。这种可能就是比较那个什么一点，他只要有一两个帮手就够了。对，有，对，随便来有一点点帮手就行。嗯，让黑棋上面没有办法行棋就够了。对，这样如果黑的补一个呢，黑的肯定不行。补一个，你这是走了一个，这打下去太巨大了，这样就跟认输。这等于你补一个吧，我这挤一个虽然亏了，但是扛不住我这边连下俩。是的，这样可能还可以。那大概黑棋得总得走吧。嗯，如果走的话，爬的话，走完才走这个。嗯，好一点。但黑的肯定就不敢下去了。对，考虑点别的走法吧。嗯，比如说他走的时候拖一个之类的。拖一个已经可以了。有一个就行了。对，这边就是无所谓了。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有了这个接应之后，嗯，它就可以成立了，是吗？提掉，然后白棋长一个，
下去，冲一个。然后怎么下来的？他实际上是搬了一个。搬的。反正题是绝对先手，这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其实就是这个系统性，就是先给白棋下。那白棋的下法很多。对，白棋其实就算最简单的压过来。就是实战一样，我压完断完，这俩交换已经便宜废了。就是实战是这样的。你可以吃这个。是。吃这个。哦，不行，那我就不能压，那我就压这个。白压这个。其实白的也可以压。不一定非要断它那一下。对，其实白的也可以，现在也可以压、这个。不一定非要断它那一下那个。这样就是另外一盘棋。是，这黑的就只有走这个，这边就走。反正我觉得白棋这一代应该可以下得更好。对，应该下得更好。好像这样图已经比实战好不少。对，他实战就是下得很潦草，好像就对简单的就把人家这几个吃了就完了。就是吃几个子儿、有点潦草。这样好像已经这白的黑的只有走这个，白的就这样比实战那吃这几个子目数明显转到这边来好多了。好像没什么变化吧，像这样，实际上等于他压了一个，提了一个，断了一个。对啊，他把那个断死了。对，现在等于我先压这个嘛，压这个你不可能被我压过来。这不行。不管你走什么都可以压。是。你只有吃，这没得选。现在黑棋走不动。这没得选，这白的虎，你这边也走不动，这也只有把这个抓了，我们就拆。这个白棋好像这优势牢牢的掌握了。已经翻不出去了吧？感觉。对。这个棋形已经下得非常坚实。就差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这差十五。十六十一十二十九二十二一，大概不到二十五。但这边。对，刚才是。就是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七八目黑棋。再加上现在白棋。对，白的现在有十十二三十，白棋大概有二十多。关键是现在是白棋的头，对啊、刚才是黑棋的头，黑棋还能攻他呢。对，这还打吃也是接受的。后保差好多。没错，现在白棋下成这样的话，我觉得，已经，优势在握了。对，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对，没什么地方可以走。实战好像有点过于潦草。去吃子儿哈，这边。对。他等于说他去压了一个，他就把这几个干巴巴的子吃了，去把脚全给 对外面被人家脚全部给送死了。不知道是不是他判断这样就够了，就是这局部这个定型实在不是最好的下。然后他提了一个他交换他的这个吃了，黑棋拐了一个，白棋那个这个这棋他不敢走这儿，是不是有点担心？有点担心，因为这黑的这力肯定是先手。这个力如果先手，对，从这儿逼过来，有点危险。有点危险，这尖先手，力先手，你这是好像，那他急了，他把这也顶掉了，你就真的是有点危险。这小心。不，白的肯定觉得形势还是不错的。对。他要不那个觉得形势不好，他就不可能这样下了。他这就太潦草了，属于是，其实是真的是草草的爆炸一下。他觉得这棋随便下下就行，对，应该是输不出去了，他肯定是那个。碰一个，立下去。不过崔哲翰到现在为止，他的成绩还是挺稳定的，很稳定。一直在他等级分大概保持在前三位的样子。在中国联赛下的也很好。所以说这个，因为以他的年龄来说，也不能算太小了，八五年的。应该算是很大了，是啊、在这个现在这个阶段，就能保持这种状态，还是相当不容易。把棋挡住。但这个已经不太好断它了。断它也断吧，就是看黑棋能不能。有点什么？对对对对，就看走点便宜吧，就把中间能看能。多围一点，这个好大，这随便扔一个都就感觉大的邪乎。对对，人家恨不得就撑到这儿了。对，这个黑的肯定是撑到这儿。白的也是撑到这儿，这一下不一，一力全插回来，感觉有点双肩的感觉。全单关连回去，黑棋啊，他
太恐怖了，这太大了，感觉应该是双方这边走两个就必抢了，赶快走这个，赶紧走那个。黑棋走这儿，黑的还有想法。嗯，虽然说断不了，但我也要试一下，看看这黑的这几步，这步还，这怎么感觉黑棋这盘棋感觉有点不在状态是吗？对，特别急躁感觉上。从刚开始这个地方就开始追着，有点钻牛角尖，对，给人感觉追着白棋这屁股后面不停的就要吃白棋。就从一开始这块棋，嗯，就杀出来跟人家这棋形已经是很难看了。对，棋形难看也就算了，但是你这个太钻牛角尖了，拼命要撑这个劫，但是发现你这劫，你打赢了让你接上，你还没吃掉。对，啊，这太这也花了不知道多少棋了。是啊，这本来已经这儿走了一个，这走了一个。对，他已经付出了 N 个代价了。然后这地方把黑棋给吃了，然后这你还吃不死我，嗯，连走仨你还吃不死我。这看起来不太像世界冠军的实力哈。就拖白棋拖一个，嗯，这白的其实弹性挺足的，嗯，就不好弄。他这一带，因为你走到这儿，我这儿还能尖，然后你冲完了就得连回去，就是人家随便有点接应就接回去了，他就拐了一个，嗯，拐一个，这下的挺很稳健。黑棋看是要拼命的架势，顶了一个。这黑的显然就已经不想那个什么了，啊，不想再那个。已经是要拼命了，已经无心恋战了。其实他这时候不走个这个。如果收一下的话，对，嗯，假如说这样吧。对，然后这边呢就顶一下，顶了顶住，对，这样其实也还能收一收。白棋要立吗？我就觉得第一个怎么看着有点危险。立我再尖是吧？嗯，我有点怕你尖一个。嗯，这样我们刚才就点了这块是，这算个立吗？这应该能立，中间不是很怕。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就算立一下。嗯，58，算它立掉。嗯，大概是这样吧。嗯，尖一个。嗯。白棋大概不到60，黑的。黑棋如何？就跳完甲，1 2 3 4 5 6 7 8 9 10 11。2 6 2 7 3 2。不太够，我觉得他。40 55 55。算这儿55。嗯，那这一路中间这一带有些先手，但是这个先手也不太好弄，如果你走这一带，嗯，人家把你断了。这也知道，这个必须得黑棋赶快抢。对，如果你不走人家跳进来，跳进去很大，确实是不够，不太好收，已经收不动。他这个判断还是正确的。嗯，所以他要拼命。对，显然但是他拼的时机实在是有点不太对了。他之前是早他这其实已经下的挺臭的了，这就是吃这个已经够臭的了。是，这前面的问题还是，就感觉黑棋一开始就拼命在跟人家用锤子锤锤锤锤锤，很想一锤子把人家锤死，结果发现根本就锤不死。对，然后自己亏了一大堆，亏了一大堆之后呢，好不容易人家下了一个局部没下好，他扭转一点了，但是这棋还是不行，还是不足以扭转整个局势，局部还可以。火了一个，他要拼命了，在这儿扳住。嗯，过一个，巧。嗯，他把这个顶掉了。啊，先顶一下这个。这显然是这个目已经不看了。对，这应该显然杀棋的节奏。要杀人家。嗯。这个白棋必须得赢，要不然长出来一扑就跑不掉了。嗯，这里直接就滚死了。是，哎呀，这是什么情况，长在这儿，他长了一个。嗯，那黑棋得灭他眼，不灭他眼不行啊。是，把这个吃了。嗯，这样就行吗？是，好看起来也不太像行的样子。是，好像是必须得吃，不吃这退，这还有断。
味道太贵了。反正木已经亏了，这儿已经亏了。这被人家尝到，这脚上的木也会差一些。也亏了。嗯。它，其实这个也是要点。尝出来了。嗯。但是其实白棋就不退，这挡。挡住，差不多了吧已经。对，因为下手这段是绝对的先手。是的。然后这打士也绝对先手，这已经好像眼位有点大好像。眼已经够了，有点多再吃的话，这两下先手，这一夹住，你已经没法杀了。对。眼好像有点多。吃。嗯，它就是一段。断了。嗯。团住。团。嗯。白棋跳一个，他觉得你这脚，你是你杀我还是我杀你的问题，究竟？你看起来像你杀我，我都看你脚还没活呢。白棋弯一个，嗯，好。他这几个可能就是为了这个力绝对先生吧，搬砖是不是？哦，是这样。嗯，现在这个搬砖是绝对先生。黑棋只能补一个，不补被加一个真死了。对，现在是先手吗？长粘也不是绝对先手，也不见得是绝对先手。长了他团住是吗？长了，白棋长他是怎么应的？就是比如说这有个力是吧？啊、还是你就说现在你就长一个？我只能先长。现在长我很麻，非常麻。我就是要先长。先长我是不是急了？我就反正我也不行了，我坐在这儿就撑了是吧？对。嗯。其实白棋搬砖，那如果搬砖完了再长，搬砖完了再长，长一个剑，搬砖完了再长，再长一个黑棋好像也对，然后一加，出棋了吧？这样你就死了。哦，那你就冲我一度，你绝对死的，打劫，但劫肯定不行，对，这样就比较简明，没什么变化。嗯。你这劫肯定不能跟我打，我是活着，活着棋，随便走哪都是劫。是的。你走这，我还可以扑进去给你打劫，直接就。他这是这样的，就是说，黑棋搬一个呢，他可以扑这个打劫。对。他如果弯一个打劫，还有点看不清楚什么打之类的。对。直接扑一个那就。除非你要跟我杀气，你这样跟我杀气，再拐。哦，这个。这样我是你里边有武器。方四。嗯。但这个白棋气也太长了吧？就六六七，我就外边就不太现实，这就是、到这儿了。嗯，确实，那这班长肯定也是绝对先生。那是先生。嗯。你长，我真的是刚才对，我真的要立下去了。对，你要立下去。我反正这底下你立下去最好。嗯。把在那先不走，先把这个吃了。先留着，然后先把外面先的眼先做。吃官这下面这一尖。这黑棋子你要杀我，估计你得、你得那个什么。然后黑棋爬了一个，在这儿。有尖。白棋小尖。嗯。黑的就只有尖。尖。白棋挤一个。挤这个是什么意思？他如果说粘上的话是，这什么情况？白棋就把眼做出来就行了是吗？是这意思吗？白棋气好像不太长啊。接上。嗯。然后他弹这个。他直接就断了。断一个的话白棋看的气也不是很长。这白棋这得这里冲掉了。先把这个冲掉。嗯。冲到这有气。这样。嗯他不走。嗯。然后呢他要搬住吗他是不是这个只要先手这棋就活了嗯他想把这个先比如说就简单的看实像这样嗯这样你这个是不可能破的我的这个眼他跑不掉这个对你怎么的你只有走这个就我一挡就已经活了嗯这样活了吧活了嗯就不管你现在之前跟你像你怎么弄我你也不可能把这个字跑出来嗯冲我就挡住一走我就粘上一点用都没有这就简明了嗯反正就是这个和这个他就团在这儿对这个眼和这个眼必得其一就行必得其一嗯就这个意思你这不走我挡住就算你什么都不走搬我就算粘上
盐也巨大，这破不掉，不可能，那显然是个活棋，活的，这已经活得很清楚了呢，很清楚，这样一来。那杀气还有点，稍微有点看不清，就白棋。如果断杀，对对对对。但是人家这是团演，是不跟你杀气的。这好像就这看得太清楚了，所以这盘棋就看来黑棋是下的不太好。杀掉肯定是。下到这儿的时候，这是第156手，这实在是杀不动了。一看，他这是要杀就吃。就打劫了，那劫有点多，脚上本身劫实在太多，对，关键是搬的时间搬应该都是劫，随便找哪都是劫，这打劫不太现实，不现实，所以下到这儿的时候，白棋第156手是挤了一个，然后执黑的谜语挺就认输了，那这盘棋呢是就崔哲瀚赢了，崔哲瀚获胜。刚才我们给大家讲解的那盘呢是范廷钰，对，范廷钰赢了李世石。我们再看一看别的，结束已经结束的棋局，就如果有结果的话，我就先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下。十月是中盘战胜了金东浩，金东浩也是韩国棋手，韩国小孩。是的，陈耀烨是，陈耀烨好像赢了吧？陈耀烨赢了安亨俊。也是韩国新锐，也是韩国的。另外呢，就是周瑞阳，周瑞阳输给金智熙了。这也是强强对话，很可惜输。那还有呢，就是李宣豪跟江东润，我看看他们是谁赢了。江东润赢了。江东润赢了。那么，就中韩，我觉得好像今天差不多，有点平分秋色的意思。韩国赢了多是吗？卞相一是赢了廖行文，这也是中韩之间对抗，新锐之间的对抗。还有就是朴永训是赢了朴文尧是吧？那这盘我们也输了。米玉婷刚才说的是输给崔哲瀚了。李维清跟朴廷桓输了。就韩国的排名第一的朴廷桓现在是也是进入了16强，那他16强应该不是重新抽签的吧？好像不是，应该是到8强再抽签，一般都是下两轮再重新抽。对，是这样，就是说，32强战呢，今天是32强战，然后后天也就11号将进行16强战。那么这几个非常厉害的，像中国排名第一、第二的陈耀烨、十月，都还在。然后韩国的金智熙啊、朴廷桓。崔哲瀚我们现在看到都在了，都赢了，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 LG 到后面会越来越精彩。好像日本的都输了，好像全军覆没，好像是。那看看这日本棋手到了16强的时候又不见了。那么在上一届的 LG 杯当中呢，我们中国棋手是包揽了前4，非常厉害。所以LG 是可以我们最幸运的比赛福地是吧？对，来看看我们在16强中是不是有更出色的表现。好，那我们今天讲解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